关于氨糖的误区，你中招了吗？今天门诊上又有人拿着氨糖问我，刘主任，这个能不能补钙？在这里再和大家强调一下氨糖的误区。第一，氨糖不能补钙。第二，氨糖不能促进长骨头。第三，氨糖不能营养你的椎间盘。第四，它也不能促进半月板的生长。氨糖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和关节腔内滑液的产生，没有补钙的作用，大家千万不要再被误导了。